把握真正有价值的东西。历代志上读完了，朋友平安，让我们陪你读圣经，一天一章，生命发光。今天来读历代志上第29章，这是历代志上的最后一章。历代志上下两卷书主要是以大卫的死亡作为分界点。在这一章当中，我们就来看大卫在临终前如何以身作则，兼顾百姓们爱上帝的心，也要从大卫对上帝的告白中找到生命中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上第29章。历代志上第29章，大卫王对会众说，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，还年幼娇嫩，这工程甚大，因这殿不是为人，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。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，预备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铜做铜器，铁做铁器，木做木器，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，彩石和一切的宝石，并许多汉白玉。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，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，建造我神的殿，就是俄斐金3000他连得，金炼的银子7000他连得，以贴殿墙，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。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、千夫长、百夫长，并监管王宫的官长，都乐意献上。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他连得，零10000达利克，银子10000他连得，铜18000他连得，铁100000他连得。凡有宝石的都交给革顺人耶歇，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。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，百姓就欢喜，大卫王也大大欢喜。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父，以色列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。耶和华啊，尊大、能力、荣耀、强盛、威严都是你的，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国度也是你的，并且你为至高，为万有之首，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。你也治理万物，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。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我们称谢你，赞美你荣耀之名。我算什么？我的名算什么？竟能如此乐意奉献，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。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与我们列祖一样。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，不能长存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，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，都是从你而来，都是属你的。我的神啊，我知道你查验人心，喜悦正直，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。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，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。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，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。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，遵守你的命令、法度、律例，成就这一切的事，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。大卫对全会众说，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低头拜耶和华与王。次日，他们向耶和华献平安祭和燔祭，就是献公牛1000只、公绵羊1000只、羊羔1000只，并同献的奠祭，又为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的祭。那日，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，大大欢乐。他们奉耶和华的命，再高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，又高撒都做祭司。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，接续他父亲大卫做王，万事亨通。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，众首领和勇士，并大卫王的众子，都顺服所罗门王。
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眼前甚为尊大，极其威严，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。耶西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做王共40年，在希伯伦做王7年，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。他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享受丰富尊荣，就死了。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。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，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。他的国事和他的勇力，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的事，都写在这书上。感谢神，他保守大卫的一生，赐下数不尽的祝福给大卫的家族。大卫在这首赞美诗中也透露了为什么他并不留念自己的冠冕、财宝和荣耀，还很乐意将一切都献上给神，因为这一切原本都是属于神的。而我们来到世上就好像是旅客，或是从外地来到这里短暂寄居的一样，没有什么是我们能带走的。鼓励你，让我们空出双手，把握住永恒中不会贬值也不会消失的东西，那就是神对我们的爱，以及我们爱神敬畏神的心。下一章我们即将进入历代志下，从所罗门的王朝出发，看见以色列的辉煌与起伏，也会更深入的认识几位勇于改革的君王哦。让我们继续从以色列的历史中看见神的爱永不止息，并且每天都能发现全新的智慧与亮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一路帮助我读完很不容易的历代志上，使我像从前的以色列人一样能找回自己的身份，原来是如此美好，也知道你的爱是永恒不变的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祝福你在神的话语中看见他创造你的美好心意。陪你读圣经，我们明天见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